我们掌声感谢哦，罗先生哦，平常被特别的热心哦，早上送了我们一部真的是很好的车子，那奥兰德的车子，那个车哦，相当的先进，有自动的防撞系统哦，所以说现在是这辆车应该不会被撞到，因为它自己会刹车哦，这个车真的是很好哦，这一次。我们整个25号、26号的正安会的气土专案里面，总共是补了药头一年，药脚有10年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开这台车出去用，那也立了大功了。谢谢罗先生平常对我们新埔分局的这个热心哦。哎，这个我必须讲一下哦。真的，因为奥兰德是最新款，那我们为了找这个模型也是找得很辛苦，因为车子太新了，那好不容易才找到哦。当然也是为了感谢我们罗主任，真的很谢谢他。来，